啥呢？而且呢，传统文化没有。当当当啊！要人当前面就当当当。对对，按铃铛。你人要挡在前面就当当当当当当，知道吧？车的话也是人多车堵啊，就是非常的不方便啊。所以地铁呢，它是可以保证时间的啊。好了，我们一会儿呢，你要接上。
我们就继续往慕天峪开。到了慕天峪以后呢，我们在慕天峪的景区进行游览参观。慕天峪景区游览参观结束了以后呢，我们下午大概3:30的时候从慕天峪返程，然后到那个到红螺寺，把红螺寺的朋友他们就幻化成僧侣啊，跟寺庙里的和尚一起念经。晚上呢，他们就幻化成红螺子啊，保佑当地的老百姓。但是后来呢，石碣山叫红螺山啊，红螺寺就是这么来的。红螺寺呢是京北的第一古刹啊，京北第一古刹啊，它呢就是大家都知道，男拜雍和，女拜红螺。红螺寺是求什么最灵验的？哎，求姻缘。好闷呐、啊，连个风口都不开。有，这有洞。哦，然后呢？
上去吗？
您的家人在那里等您，谢谢。
包楼道三层。讲了个八十年。